摩艇下来啊。后面的人也要溜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下来？下来。滑梯。他就是那只虾。下来啊。那只虾够大，它的价值很快。来想玩呀。金摩艇后面有人要玩，你要先下来。先下来，后面人家在等了。好、哦，我们要。是王俊杰，王俊杰叫你哥过来。我的名字是谁谁哥哥呀？听不清楚，爬什么高？哥哥，对。去那边去，妈妈帮你洗洗。妈妈爸爸。阿泰抓得到吗？可以哦。哦，金摩艇，这么厉害哦。上次 要跳的啦，一拜的变哪一块？变短啊！变短啊！就没办法啦！耶！耶！哎呦！爬这么高、哦，转转，像刚刚这样转，那你灯没有开哦，灯没开。下下假装，你要穿这个去拿饼干，你要这个穿这个去拿饼干。对啊。转的才这么小，先放在这里，等下出来再吃啊。你灯没开哦。灯没有灯，我才转这么小。第一次做那个指甲的时候是在拍 MV 的时候，然后导演就要求我去做，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做指甲要这么久啊？很久嘞，很久都做不了这样啊！对啊，看完导演会睡着。老师到底为什么做指甲要这么久？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没有耐心，所以我从来不去做什么光疗啊什么的，就是擦完就走人，然后就要快干、速干、滴完之后马上走。陈这么爱吃姜啊！哦，你难怪不怕冷，吃那么多。不吃
之中，我不是这样。不乖姐。这个这个。以前我们楼下都是。不要去那个北海在跑吧，白天八点去。啊？还在什么？他们说他们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。夜美智啊。对啊。好冷啊，每个人穿的很冷。还跑就不会。他们说一个人跑两个小时还一个小时，还是12个小时，6个人跑，一个人跑2个小时。他骑脚踏车都是20公里。